九日，甄子丹携太太王诗诗一同出席《卧虎藏龙二》铁骑云屏的媒体见面会。此次影片将由八爷袁和平执导，而杨紫琼与甄子丹多年之后将再次合作出演该片。由于大家期待已久续集，甄子丹本人也表现出了十分迫切的心情。所以这一次我非常兴奋，可以再次跟八爷再合作。Michelle 杨紫琼也是十几年没合作了，都是老朋友。然后八爷也是我师父了，带我入行的师父了。那么多年，大家都希望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项目。那这一次，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机会，让大家再次合作。据悉，影片将于2014年3月开拍。其实，对于《卧虎藏龙》续集的拍摄，媒体近来一直在不停地追问甄子丹与杨紫琼，而甄子丹都避而不答。如今板上钉钉的事情，令他终于开口回应。其实早段日子媒体报道的时候，确实是一直有这个打算，但是我因为当时没答应拍嘛，所以就没有就公布。那现在大家出来了吗？出来就让大家见了吗？